进入德曼拉。哎，哎，哎，这门，这个车很特别吗？我的系统提示我，还要等待。车为什么会自动开门？没错，他这就来，真扯淡呢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车。我觉得这个年代的车好像不如现代的车，就是我觉得这个年代的车是不是外观是吧？外观内饰好像都不咋地的样子。没有，主要是这车是破车，好车可能会更好一点。好车是好一点吗？但我觉得外观好像都不咋地。欢迎使用 Delamay 专车服务，选择 Delamay， 烦恼留门外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么快进来了？问题，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说粗话。是吗？还记得上次我想租你给我外甥亲属脱单吗？很遗憾，我们并不承接此类业务。我足足攒了三个月的银子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走吧，老德。在行程开始之前，我必须要确认所有客人的身份。无人驾驶技术，烦请您接入您的个人连接。无人驾驶啊？嗯，那蛮好的。每个人随身带着一个 U 盘。精益求精套餐已经启动。是的。精益求精，而且他们身上不知道背了多少东西。这么焦躁干什么？背包又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不假吗？来了没？启动战斗模式。哇，自动驾驶了都。但您目前并未处于任何紧迫的威胁之中。算了，相信我，真到那时候，他能干掉黄板整整一支忍者大军。套餐里还有什么？精益求精，里面都包括什么？有一整套的健康保险，包括在车上出现死亡时客户遗体的处理和安葬。哦，一下子整得这么黑暗。这个战斗模式，它合法吗？当然是合法的，这是第二修正案的规定。在车上时，您享有承担和使用我的所有权利。Dex 还真大方啊。至少我们都知道他的流程，我都花哪儿了，是吧？精益求精啊！想要混大哥的圈子，就得坐这种车。你别激动过头了。啊？你觉得这内饰跟现在的比起来怎样呢？我觉得差多了。就好车的话，啊，这觉得不像以前那么牛逼哄哄了。这出租车，我看你才是有问题。但我看外观也。我希望你保持冷静，专心投入。我们还要干活呢。我这辈子从来没看过。啊，但未来世界车的外观就是退化了吗？说设计的审美感吗？我的外面都是在这个屎盆子里过的，啊，说什么也绝不会抵达目的地。哎，八哥来了，比他妈杀纸还顺利啊！我们马上就回到酒店了。听着，我会设置一条加密直通线路，引导你们进入干壁。Lee，呼叫 Jackie， 看看同步了没有，小心一点总没错。能听见吗？嗯，都是噪音。说点什么，八哥。最大的罪行往往源自贪婪而非贫穷。你说什么？亚里士多德，看来你能听到吗？啊，我听到了。虽然不懂你的希腊朋友啥意思，就挺激动的。要不你试着琢磨一下什么意思？不要太爱。你呢？非常清楚。我这边还再来两句亚里士多德。OK， 看来设备目前都没问题。希腊美好 KC， 保持联络。感谢选择 Delamay 出行服务，祝您好运。我会在这里等你们回来。可算是到时候了。我差点忘了不能带枪是吧？你要把武器给拿出来。好了。走，等一下，拿上小平头。你看，车真的很普通，很普通啊。嗯，是吧？去酒店了，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无人驾驶的车，对吧？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可以留言评论告诉熊哥，没准下期视频就是你想看的内容。拜拜。